大家好，我是梵语的年金专家 Richard Lee，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个保证型的终身收入年金，它的名字叫做 Nationwide New Heights Select。这个年金是一个改款过的年金，现在也可以在加州来贩售。这个年金的特点呢是这样子的，首先它的 Premium Bonus 只有加在所谓的 Benefit Value，所以它的Benefit Value 的 Premium Bonus 呢是10%是保证型年金里面是算是非常非常高的 Premium Bonus 的一个产品。再来呢，它的 Income Rider 也非常的不错哦。它的 Income Rider 的全名叫做 High Point 365 Select with Bonus。到时候你如果在做 Illustration，有机会做 Illustration 的话呢，记得要选 Rider 的时候呢，要选 with Bonus，不要选那个没有 with Bonus 的哦。那它 with bonus 之后呢，就是一个7% 的复利，7% compound up to 10 year，然后一直到十年，或者是开始 income。OK，那这个 rider 呢，50岁就可以开始加了。那接下来呢，它的 minimum 的这个 premium 呢，最低的这个费用呢是25000块。那这个 New Heights 的这个系列里面呢，我们要推荐的是 New High 9或者是12，那它们的不同在哪里呢？它们的不同呢，第一个是这个年纪，9呢是40到80岁，那12呢是40岁到75岁，然后它们的 surrender period 不一样，9就是9年，12就是12年，还有它的 index 的这个 participation rate 也不太一样，但是因为这个是保证型的。保证型的有 roll up，就是像7% compound for 10 year 这种的，所以它的 index 呢并不是这么的重要，在这一类型的保证型的年金里面并不是那么重要。好，那接下来还有个更好的消息跟大家讲的，就是说这一个年金现在也可以用 defined benefit 的钱来投资哦，而且也可以用 401k 的钱来投资 solo 401k 的钱。好。并且不只是 single participant，而且是 husband and wife 可以同时存在这个 defined benefit plan 里面哦。所以现在如果你有 defined benefit plan 的这种客人要拿这个 defined benefit 的钱来投资年金的话呢，我们就多了一个选择，就是 Nationwide New Heights Select 9或12。那 Nationwide 呢？这个公司呢，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资源，一个网站资源。这个是一个所谓的 client 跟这个 agent both approve 的一个 website。它的网址在这个现在荧幕上面，它的网址就是很简单的 www.nationwidenewheights.com。那进去之后，你看到这些东西，有非常多的产品资源。所有的 brochure，所有的这个产品的说明书，包括 rider 的说明书跟一些其他的东西，都可以在这边找到，非常非常方便。并且我等一下会给大家展示一下如何用这个 website 来 run 一个 simple 的 illustration。那因为这个是大家现在知道，但是比较少接触的一个产品。那当然，你要来卖这个产品的话呢，你就需要有 appointment 那 appointment 的步骤是怎么样子呢？首先呢，当然是跟我们 TransGlobal 的 contract 跟 licensing 的 team 来去联络，说我要来申请这个 appointment。接下来呢，你可能会需要一些 training，例如说 continue education、annuity 还有一个 product training，还有他们需要你提供的东西，你要提供给我们的contracting 跟 licensing 的部门，你通过之后呢，你就会收到一个叫做 Firelight 的这个 invitation 一个邀请，那你就可以注册啊。注册完之后呢，这个 Firelight 进去之后呢，是让你可以去送 eApp 的，让你可以送 eApp New Heights Select 的9跟 New Heights Select 的12都可以透过这个 Firelight 来送那个 eApp。再来呢，你还会收到一个 My Annex 的一个 invitation 这个 My Annex 呢就更厉害了，它是一个这个网站，
它上面的资讯呢，比现在你看到的这个 Nationwide New Heights 的这个 .com 的这个资讯还要多，包括 paper 的 application， 还有其他这个不是给 client 来看的，像给 agent only 的一些资源。所以呢 ，Nationwide New Heights Select 的这个产品呢，它有两个网站资源。第一个是你还没有拿到 appointment 的时候，你可以利用这个 client friendly 的这一个website 来去做一些brochure 啊， 介绍产品啊， simple illustration 啊。当你得到 appointment 之后呢，你就可以去 run full illustration， 并且可以 access， 可以拿到一些 agent only 的文件跟这个paper 的 application 跟其他的东西，所以它的资源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那接下来我简单的来告诉大家一下，用这个简单的Nationwide 的这个网站来怎么样子 run 一个 simple illustration。 这个 illustration 有两种 run 的方式，第一种是一个你比较熟悉的比较传统的，就是你有一笔钱，例如10万块你投进年金里面，那经过多久之后你可以领多少的终身收入，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是我想要以后例如70岁的时候或10年之后，我要一年领10000块，那现在我到底要放多少钱？这两个是相反的，但是这一个方法也是一个特别有趣的方法。那么就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呢，是大家熟悉的，例如说我有10万块钱，那我是55岁，我放7年之后呢，会是可以领多少的终身收入呢？那第二个方法呢，是红色这边现在圈起来的地方。如果我在若干年之后想要领10000块，那我现在这个岁数到底要存入多少钱，我那个时候才能够来领10000块的终身收入呢？这就是这个方法了。好，那我们来看看，如果这样子设计好之后呢，我们去点下那个蓝色的地方，我们就可以跳出一个 simple 的 illustration。这个 simple illustration 也会写得非常的详细，例如现在你荧幕上看到的，就是说如果我现在60岁，我放入94700块，那我10年之后呢，就可以每一年领10000块，就是非常的清楚，并且你可以看到你的这个 benefit value 是怎么样子来成长，还有你的 guaranteed lifetime income 又是怎么样子来成长，在什么岁数的时候可以拿到多少的 guaranteed lifetime income， 就非常非常方便，并且还可以做出一个 PDF 的一个简单的 illustration 去给客户来看，跟客户来讨论，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一个资源。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刚刚介绍了这个产品呢，它有一个 10% 的 premium bonus 加在benefit value， 那我们也看到这个红色箭头指出来的地方，就跟我们所介绍的也来呼应了。我们看到说这个人放了10万块，然后他在 benefit value 那个地方，就是 high point income benefit base 那个地方呢，就变成11万了。那接下来呢，他又有个 7% 的一个 compound 的这个 roll up。10年，那也就是表现在这个地方，你们都可以拿计算机来去做一些计算来核对一下，并且呢，因为它是一个保证终身收入，所以你看到红色的地方明明它的 account value 那些都变成零了，但是呢 income 依然在继续。所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跟大家介绍这个产品呢，叫做 Nationwide New Heights Select 9或12。那当然9会比较好，因为 surrender period 只有九年，那所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并且呢它有很好的一个 premium bonus 加在 benefit base， 有很好的一个 roll up 7% 的 compound， 并且呢它可以用 defined benefit 的钱来投资，而且这个 defined benefit 的钱呢还可以是 husband and wife 共同拥有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证型的终身收益的年金产品。今天就跟大家介绍到这边，谢谢大家。